Hello， 大家好，我是 Victor， 今天呢，我带你来到了 Southern Marina， 来带你来看这边的一个超级的无敌海景高级低密度公寓。然后今天我带你看的呢是这边的一个大房款，它有2000 square feet 哦。OK， 所以如果你想要在 JB 这边找一个度假屋或者是一个 condo 来退休的话，你想要高级，想要低密度，而且你想要大房款的话，大概3+1个房间，那么这个 unit 非常适合你。我带你来看 ，OK， 这个 unit 它一进门的时候，这边呢就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 corridor area， 它外面有一个 grill door， 这边有一个 corridor area， 所以这个地方可以给你放鞋橱咯，然后你可以把你的鞋橱放在这边，哦，不用放在外面去 ，OK， 然后这边 corridor 过后才有一个正门啊，多一个 main door，OK，、okay? 这样 main door 一进来呢，这边就是我们的 unit 了 ，OK， 一进来你可以看到这边就是我们哇。非常宽敞的一个 living hall 跟 dining hall area， 看到吗？非常大，非常大气哦。这个 size 啊，基本上可以堪比 landed 了哈、哦。而且它整个 size 是2000 square feet， 2000 square feet 一层，非常非常的大哦。甚至现在有些 landed 都没有2000 square feet 嘛，对不对？哦，所以可以看下客厅非常的大，饭厅也是很大哦。基本上这边摆一个八人座，你要摆圆座都是没有问题的，你要摆圆座都是没有问题的。我们这边的每一个 unit 呢，它都是 full sea view 哦，都是 full sea view， 正南正北两个方向吧。可以看到我们这边看它、啊、给你的采光，几乎是100%的全采光落地窗，看到吗？全采光落地窗啊！如果大家有对 construction 有点了解就知道了哈。所以基本上做 condo 的时候，这些落地窗是非常非常的贵的 ，construction cost 很大，而且还给你看，你看它给你这么大片的这个 styling 都，它都是用很好的料哦。你看我推这个都有点吃力哦，因为它很重，很重很重。OK， 来到我们的 balcony， 可以看到 balcony 非常的宽敞，基本上这边你要摆一个四人座、麻将座都是没有问题的，非常的宽敞，看到吗？哇，非常宽敞，所以这样的 balcony 非常舒服。然后再来看就是我们的 view 啊，无敌海景，看到吗 ？Unblock， full unblock 无敌海景啊，左边是 JB， 右边你看到一点点新加坡，这边就是 unblock view。好，这个地方啊是非常非常 premium 的 Southern Marina， 它的地点就在 Putri Harbour。好，这个 address 很 premium 的，可以看到我们这边有我们的 Kota Iskandar 政府部门，啊 ，Putri Harbour 游艇码头 ，Emerald Bay 高级住宅 ，Ashrae Garden Raffles American School， 所以这一区基本上是非常非常高档的一个区来的。然后下面就有一个码头，我、哦、说这边是可以去到印尼的哦，这边可以坐船去到印尼，就在对面罢了。好、哦，从这边不管你是去 first link 还是去 second link 都是非常非常的方便。OK， 所以如果你想要在 JB 找一个高级住宅来退休啊，或者做 holiday home 的话，这里是非常非常适合的。OK， 来给你看一下厨房，这边的厨房呢都是 close kitchen， 看到吗？好，这边的厨房是 close kitchen， 所以非常实际、非常 practical 的一个 design。然后这边是我们的 kitchen area， 好 close kitchen， 你可以看我很喜欢这个窗口，看到吗？这个窗口。所以当你在这边做饭的时候啊，就可以看到哇，这个 view 哇，非常非常的美。好，后面这边就是我们 yard area， 和这边有一个 yard area， 你可以放洗衣机。就算 yard area， 看到吗 ？yard area 也是有 sea view。好，这边有一个佣人用的一个小厕所，小厕所，还有这个是我们的 mess room。好，这边有一个小小的 mess room， 好，这边有一个小小的 mess room。OK， 所以可以看到哈、哦，这边哇，这个 view 真的是很美。哦，你想看你坐在这边吃饭，坐在这边客厅看电视，看这个 view 真的是非常的舒服，非常的舒服。好，所以 before 我们进去这边还有多一个小小的 yard area， 小小的 yard area 这边也是有窗口。哦，这边是 corner lot 来的，这间是 corner lot， 你这边可以放一些store room 啊，做成 store room， 或者是拿来晒衣服都 OK 的。好，从这个这边有多一个门，看到吗？这边有多一个门，这边有多一个门 for privacy。所以刚刚那边是 common area， 这边就是我们所谓的。bedroom area， 好，所以这边就是 bedroom area， resting area。所以这个门过后，这边开始木地板的时候，这边就是我们的resting area。所以这边有一个小小的 living hall， 这边一个小小的 living hall， 这边有一个 common toilet， 好，这边是一个 common toilet， 好，这边一个 common toilet，OK，、okay, 这边一个 common toilet， 然后这边是我们的 bathroom， 看到吗？它的 bathroom 这边还有多一个 toilet， 它是分开的，看到吗？这边是一个 powder room， 给你上厕所的一个 powder room， 很好的采光。然后这边有多一个 bathroom 啊，是不是很方便呢？那边一个 common room， powder room， 这边一个 bathroom， 然后这边也是做好干湿分离，哦，空间也是很大。OK， 所以这边有一个客厅，哦，有一个客厅，这边呢就是一个向前的一个 bedroom。OK， 这边是一个向前的 bedroom， 所以可以看到这边采光也是很好，看到吗？你看这个 view，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view， 你想看这个房间都有这样的 view， 非常非常的美。非常非常，而且这个房间空间也很大，哦、空间也很大。OK， 空间，只讲它厕所在外面啦、啊，然后厕所在外面，它是 share toilet。好，你要上厕所就来这边，你要冲凉就来这边。好，这边是另外一个房间，另外一个房间，啊，这个房间就稍微比较小一点点，稍微比较小一点点，然后它看的是旁边的 view。
哦，他看的是旁边的 view。 OK， 不过采光也是很好，因为这边的 unit 它都是 corner lot，哦，这边的这个 unit 是 corner lot。 最后就来到我们的主人房咯，所以这个是主人房。 OK， 这个是主人房。 OK， 主人房这边它就有一个我们的 master bathroom， master bathroom。 OK， 这边就wardrobe 采光很好，然后 bathtub， 然后这边有一个干湿分离的，来看一下，看嘛，干湿分离的，非常非常高级。 OK， 最后这边就是我们的 master bedroom area， 空间也是非常的大，采光也是非常的美，看到吗？你想看啊，所以如果假设啊，你想要在 JB 退休的话啦，然后或者买一个 holiday home 啦，啊，这样的 unit 真的是很适合你。为什么？因为有时候买 landed 觉得很大嘛，怕要打理嘛，对不对？ landed 要打理很大嘛。那么你买 condo， 买 condo 就又安全又方便又有 facility 又容易打理啊。可是有些人又觉得买 condo 它 size 全部小小，对啊， size 小小。那么这个就很适合，2000 square feet 够大吗？够大啊，2000 square feet， 三家一个房间够大啊。啊，非常大，而且有，而且买 condo view 很重要，对不对？ view 很重要啊， sea view 啊，而且这边是 full unblocked sea view 啊，你要 luxury， 你要 premium， 你要地点好，要够大，就是这里啊。 OK， 非常非常，给大家看多一次这边的 sea view， 哇，我真的很喜欢这边的 sea view， 看看。而且这边很方便，它楼下就有很多地方啊，很多 restaurant 啊， convenience shop 啊，巴萨啊都有的，很方便的这边。啊，走路 walking distance 就可以到了。 OK，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就是 Southern Marina 这边的一个大房款，三加一个房间。 OK， 2000 square feet。 OK， 所以我们也是有比较小的房款的。 OK， 所以如果你对这个 project 有兴趣的话，欢迎来联系我。 OK， 我是 Victor， 我们下次见，拜拜。